韩字是什么？有韩吗？有韩。啊，不然妹妹就不用了。你吃得下？你吃得下吗？好像是甜的，好像是甜的。春姐不要，春姐先吃这个。你不是都吃这个？那个。要吗？对，要我高，我觉得它很高。之前我吃超多的，之前在别家。那我要帮你烤很多。要来四个好吗？妹妹也要对不对？不对，六个好。你也要对不对？对。你要一点点。那我要一点。我好喜欢你煮的。睡裤在里面，睡觉的感觉。